竹峰社区关怀据点在每周的二三四都会举办各式课程及办理共餐，来带领长者一起活动。其中更以养生气功班的课程最受长者的喜爱，长者们也透过课程找回健康与活力。竹峰社区关怀据点在民国96年六月开始实施，到今进行是拢做一挂关怀方式的电话问安哈。对，今年七月才开始变做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早上哈，有办就各种课程啊。我养生气功班哈，我就养生气功班，舞蹈啦哈啊，带弄唱啦，下棋啥拢有啊，中段嘛是公餐。养生气功班的课程是由陈玲玉老师所指导办理。陈老师表示，有氧运动对长者们来说稍嫌吃力，希望透过简单的气功操来帮助长者促进身体健康。看这边的长辈，因为有氧运动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吃力，那我本身有在学气功打太极拳，所以我就主动的跟理事长讲说，我可以参与这边的活动，来大家做这些这种气功的运动，然后调理自己的身体，慢慢的接触这些阿嬷们。那他们呢都很可爱，也很配合，所以现在目前有25个人来这边。竹峰社区关怀据点在社区志工的用心经营之下，将长者们照顾得相当完善。对此，县议员许树霞也表示钦佩与肯定，也希望透过养生气功的课程，帮助长者健康快乐度过晚年生活。看到咱这阿嬷底下的这气功的这个运动的时阵吼，就有我们的这个陈老师吼，他的一个指导之下，每个他的一个动作上真的都非常的纯熟。我相信让咱这阿嬷刚刚讲，因做了真的是让咱身体更加健康吼，这点是大家所认同的吼。所以我刚刚讲活到老学到老吼，大家来当利用咱这肢体的这些运动吼，让我们的这些气可以更顺的话，我相信也让让这些长辈们他的身体上也更健康来上课吼，真的蛮非常不简单。尤其在咱的理事长号召之下，咱一个礼拜大概有3天吼，这点是吼受害非常钦佩这个所在吼。议长何胜峰也期盼在竹峰社区关怀据点的用心经营之下，让长者们都能够在地幸福生活，快乐养老。记者卢宇凯、陆谷采访报道。